会员不会没关系，我们会唱台语版的，唱大声一点。那他等一下唱声音班，他第一遍唱中文，第二遍唱英文，第三遍唱台语，双手出来，要越唱越大声，拍手越来越快哦，日本人开始。眼睛闭起来，在心里面许下一个愿望哦。这么多小朋友集合在一起，后面的也是这个，来，双手伸出来，变成蜡烛，然后开始许愿，眼睛闭起来。今天是儿童节，所以每个小朋友许的愿望一定特别容易实现啊。那也不要忘记送给你爸爸妈妈或带你来的大朋友一个愿望哦。好，男生没有在麦当劳，我真的没在麦当劳。还蛮恐怖的，我觉得。OK， 那等下呢，要请各位小朋友，这些蛋糕呢，会送给各位小朋友。那大家一起说生日快乐，一起要。